个小孩的照。要去上学吗？是。那爸爸怎么说？他整天一你我尿带我去上假校上学了。你跟着看我的儿子，幼儿园都去看。我爸爸不叫我去。走，我领上山。我的子，走。哎呀，不要听他的。我得哭的死你的去。妈你妈的，我去就不行。我领你看看就这状况。我请你一只眼有什么用？爸爸，天天在喝酒，他不回家，我们回家，我们必须得回家上学。是你家刘家的货，赶紧抓上吧！哪一个单薄的都是。哦呦，你看他这个彩胸啊，挺好看哈，还留下一双哈。拿着钱了，去转一转一个。哥哥吧，咱俩这种事情，咱没钱了呀，咱俩说，现在咱没钱，咱们家里的就不能钱，对不对？